您诸位好啊，我是平时扎针闲时说针的袁大夫，这麦。今天的主题是麝香。众所周知，后宫避孕三件套：麝香、红花、松子猫。端妃被冠红花，断送为母生涯。猫咪扑向富察，痛失一个龙娃。后宫打胎工程，持之以恒，安琪拉。是什么让麝香霸占堕胎 C 位？是什么让宜修发出麝香啊真不错的感慨？是什么让公屏的弹幕弹射色变？今天我就来讲讲《甄嬛传》里麝香是怎么堕胎的。让我们打开这本安琪拉内部培训教材。麝香乃是雄蛇体内香囊中的分泌物，《本草纲目》云：通诸窍，开经络，透肌骨，解酒毒，盖麝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恶，常用于痹症、神昏、血瘀、精闭、增加积聚、难产、胎衣不下等症。麝香之所以能使腹中的胎儿陨落或致日久不孕，在于其开窍、通经、眼耳口鼻及前后二阴，是中医所说的九窍。而子门是女性最重要的一窍，子门是固护胎儿和固摄胞宫气血的门户，若受到麝香开窍通络的影响，使子门固摄失司，就会有下胎之余。胎儿是由精气血聚合而成，麝香能活血通络，一方面会使胞宫气血运行加快，使胞宫内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会使胎儿的气血耗散，故而难以种子，即便有子，胎儿也难以稳固。麝香的性质芳香走窜，用法多样，口服、涂抹于皮肤肌腠、鼻嗅皆可，可以说是行迹隐匿，起效于无形。但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所以《甄嬛传》里讲欢宜香治华妃不孕，实际上是有中医的依据的。西医呢也检测出麝香含有麝香酮，这个物质呢可以增强子宫的收缩。对孕妇来说啊，麝香是禁用药。不过是否会滑胎，其实也因人而异了。有些孕妇会流产，但也有些胎源稳固的孕妇啊不受影响。就比如《甄嬛传》里的曹贵人，袁大夫的大师姐当年未婚先孕了嘛，就试图用麝香打胎，但口服、涂抹、鼻嗅用了三个月也没落生胎，反而生下了一个卷王宝宝，轻轻松松考上985。前些日子，本 UP 在碧丽宫举办了首届甄嬛杯后宫诗词大赛，大赛就是以麝香啊真不错为主题，没想到反应如此惨烈，累计收到了 B 站各界诗歌作品3021条，经过10000多轮的评选，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当然按照规矩，如果你觉得这首诗写得好，请在弹幕上唱个惹，如果你觉得这首诗写得难以描述，就小小的扣一个批。首先向大家揭晓的是亚军作品超然真人的诗歌麝香啊真不错啊，言简意赅，成先秦两言诗之余韵，两个阿字回环往复，以后宫落胎人的口吻向万恶的封建社会发出控诉，字字血泪。尽管除了标题只有一个字，但却广受好评，请弹幕上打个离谱，恭喜这位诗歌鬼才。接着揭晓季军12K57的诗歌：书痕交抹疤痕去，欢宜香鬓子无踪，欢宜尽绕欢宜香，一生无子可欢宜。这首诗以书痕交与欢宜香为意象，点出了后宫对女性的压迫感，将孩子比作书痕交去掉的疤痕，将母性比作欢宜香的欢宜，并发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一生无子可欢宜。看似在抒发失去孩子的苦闷，又在反思生育的本质价值。失去孩子不欢宜，可有了孩子又一定欢宜吗？作者承接张爱玲的创作精神，既美丽又残酷。接下来揭晓的是冠军的诗歌：麝香啊真不错，宫中女子多薄命，怀胎十月步步险，书痕交欢宜香，用心险恶于无形，再回首花果香，方知宜修心里痛，莞尔一笑晨光熹微。这首诗秉承着乐府诗的优良传统，坚决做到一个字都不押韵，从形式上就是对处处规矩的礼教社会的反抗。作品以甄嬛的视角勾连出后宫女人的人生，道出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扭曲和异化，没有恶人，只有可怜人。作品以高度的共情将自己的生命与后宫女性连接，并表达出女性群体的坚韧与希望，莞尔一笑晨光熹微。为什么？因为女人可比半边天，妇女能顶半边天。此外，本次比赛还设置了重重有赏的单项奖，获得写得最长但落选了奖的是魏左青丝，他写道：
宫廷堕胎哪家强，紫禁城中找四郎，家传绿帽多年代，交际只得欢宜香，华妃多年不得孕，红花灌入端妃裳，杜父皇后残姐妹，皇帝自此少儿郎，每日增高三阿哥，勾搭后宫美娇娘，杏花微雨钟情错，错付时光与帝王，帝王不觉戴绿帽，爱恨交加喜无常，太医院内三千药，无有胜过我麝香，可怜山中麝子少，春残花落红颜老。好诗好诗，堪称是真学界的长恨歌，后宫圈的白居易。最后获得 UP 主很想给他走后门但却没有讲的是李伯愁，英文名 Lee Burry。 麝香啊真不错，撒他个七零八落，东一坨西一坨，再没有格格阿哥。建议麝香企业用这个做广告词啊。麝香真不错是我之前在 B 站搞的一个征文比赛，反响超乎我的想象，就像大家看到的，大家写的不仅很有才而且很有趣。不过因为当时没有油管账号嘛，所以也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能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大家的作品。那这期视频除了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摄像的科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以这个题目或者以其他题目都可以来展示你的才华。形式、主题、内容都不限，你甚至可以用其他语言来写，写英文啊，写俄语啊，都可以。我会做简单的评比。当然了，由于距离关系没办法给大家寄实物的小礼品，但是我会从北京寄明信片给到大家，希望能跟大家结缘。如果你喜欢真学仙金方这个系列，如果你觉得袁大夫做的还不错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再来请评外卖，拜拜。